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分散式集结的议程。这一轨议程刚好有三位都是社群里的朋友 ，Liz 跟信言还有 JServe。那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在不同领域里面的分散的群个体是怎么运作的，然后他们怎么样把资源集中到一起，得到最后的结果。所以才会取分散式集结这个名字。这样的分散式系统不一定是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意义上的分散式系统，但是它无疑是个人的各自的努力的成果聚集起来的方式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资讯系统在这里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，会怎么样运作。那我们就来欢迎第一位讲者 Liz。大家好，我是 Liz。这个专案啊，是对 GNV 出世到大汉，完全拢伫咧 GNV 内底。昨我听到安娜苏亚小姐讲到，网络的改视频的时阵，记着咱爱来记这个专案，我感觉足欢喜的吼。所以今即马就甲大家报告这个专案的成果。若是讲有外国朋友吼，对恁迄个国家的语言复进的运动有兴趣的，即场嘛有英语的口译，会当甲即马随甲你的朋友讲。先讲咱是安怎会有爱台语这个专案，我永远都甲人讲，因为爱，伊都是爱台语嘛，我爱这个语言，所以我想要为台语做一寡代志。好，台湾伫咧即几冬、即十冬、十外冬以来，开始咱知影讲，咱是台湾是一个有多元文化的所在。而且因为安怎嘞？戒严了后吼，台湾意识，咱真侪少年人开始有台湾意识。大家敢会当想想，像我这个岁的人吼，较早阮的迄个历史课无台湾史，阮的台湾史的第一章、第一届伫个历史课本内底出现台湾史的第一章，叫做复兴基地的台湾。吼，毋过后来戒严了后，这个情形头头啊改变啦，真侪人开始有台湾意识。好，伫个台湾意识会开始。不应的时阵，伊就会想讲：安尼，咱的历史、咱的文化是啥物？走出的过程，发现一件真严重的代志。咱的语言嘞，1945年进前，伫咧台湾即个岛屿顶头所讲的语言，主要的语言，大多数的人讲的语言，都是我即马咧讲的台语。毋过现初时，2018年的现初时的即马，台湾大多数的人讲的语言是华语。而且，即个台语会晓讲的人，会晓像我安尼讲的人，讲起来已经无讲介济啊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真恐怖的代志，吼。所以，咱就想讲，真侪少年人想讲，好，我要来学台语。毋过，伊偏偏都会拄着一个困难啊。哇，这个台语怎么讲？投影布幕台语安怎讲？直播台语怎么讲？伊拄着真侪困难，啊，迄要安怎嘞？所以讲，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袂晓讲的事，咱都爱去查书店，对无？啊，是啊，查书店你查袂着，所以咱需要一个大型的、收真侪新书的台语书店。毋过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是安怎嘞？大家可能都知影，国语书店都是名店、盲点，伊的迄个资料的来源，伊有啥物嘞？伊有16万书，16万词。16万字是用差不多十年到20年的时间去编出来的，伊的人力甲伊的经费拢非常的大，吼，就算是安尼的书店哦，伊原来无啥，无新书，无咱一寡日常生活较新的遮的书，何况是台语，吼，啊，毋过无可能有即款物件。那有可能有一个大型的收足侪新书，甲咱讲所有新的物件的台语爱安怎讲的书店嘞？无，好，加载我后来熟悉冰店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吼。知影 GNV 开始参加 Hack 送冰店送，好，加我爱另开一个窗啊，另开视窗来讲我拄则讲的两个书，冰店 Hack 送加冰店送，是要哪话来讲嘞？华语讲黑客松嘛，是用 hack 送来的对不？我就想讲好，安尼这个物件大家安怎讲？hack 这个声音袂讲真歹发，可能大家拢讲会出来。好，那送嘞，那是叫这三字汉字，你敢知影大家安怎念？黑念做 hack，不是 o o 是另外一字，黑念做 hack。客，咱讲人客的客嘛，对不？松呢，熊。好，所以你那是讲
歇歇上有人听有无？无，无人听有，绝对无人听有。我甲你保证，这个世界无人听有你咧讲啥。好，所以咱爱想一个大家可能听有的方法。我感觉会当改叫做 hack song， 因为安怎咧来参加这个物件是有成果的时阵，你就感觉足爽的吼。而且含官来开送个挖音，谐音音很近啦，挖音。好，安尼你看，不过你看我甲 hack song 这个词的代字合作 hack song， 蒙点松这个词的代字合作明点松，这个讲法就算讲大家会当接受好啊。不过后界需要讲这个词的代字啊的人，伊其实找无资料，伊唔知呀。这个世间已经有一个叫做例子的人，把这两个词的代字想出来啊。准讲，咱若是有一个书店，予伊后界想要讲黑客松、蒙点松的代字的时阵，伊就查会到，安尼是毋就好诶？好，所以讲伊的问题，伊所产生的问题，咱都直接实现。我知影这个团体，我知影这个做工课的方式了后，我就想讲好，这件代志会当直接实现。咱先讲结果，先讲结论啊！吼，这个网站会当创啥？大家会当随拍爱台语去看卖啊，咱这个网站吼。啊，我先是点两张图伫咧遮。第一就是上简单、上基本的，伊用华语找台语。你想要知影一个词的台语安怎讲，你甲华语拍伫咧迄个 search bar 内底，甲试讲台语，伊就会当用华语来找台语。过来，你若是拍一个词入去，伊有可能唔拿一种讲法，像我下边拿起的这个例。等下大家会当随拍看卖啊吼，汉堡，汉堡台语安怎讲？即马系统上应该有两种讲法，第一种叫做美国挂包，真好理解对无吼？第二种叫做啥咧？汉堡架，汉堡架都是你甲肉甲胖甲做伙甲做伙食，叫做汉堡架。这个翻译真趣味，伊同时表达声音甲意思。好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翻译。不过你常常听到的时阵，可能唔知影伊的意思。这两种翻译有拢有伊的好处。安尼咱要用多一种，所以你会当投票。你感觉比个挂包较好的人，你就去投伊一票；你感觉含肉架较好的人，你就去投伊一票。好，过来咧，那是讲你想的这，你想要问的这个词顶头无资料，你会当点遮求公款，会当问人。可能有人就会替你想一个讲法，好，过来，你若是感觉讲你有更加好的翻译，你嘛会当贡献你家己的创意，发明一个新的讲法，予大家参考。你若是袂晓写台语字，袂晓台罗宾标，嘛不要紧，阮后面有一个正规化的团队，替咱把这个文字改好，改做正确的，予别人查会到，而且会看到正确的字，好。更加厉害的是，这个网站后来有台语的语音的学生，就是讲你会当听到声。好，这个物件叫做爱台语。好，再来是简单讲这个爱台语三年的历史吼。2014吼，已经即马有一段时间，三年前啊，11月日子，我伫咧明点送提案 ，AU 唐凤唐凤，就是带我伫来这个咱这个村内底的人吼。后来阿舅。这人真特别，伊是一个有台湾魂的法国人。伫咧提案的迄天，伊人伫咧法国，用连线的方式，所以为咱这个新台语运动开一个 Hashtag 的专案。好，过来一个月后 ，PM 五就是咱的主持人，好，伊开 GitHub 的专案。好，而且这个时阵主要的后端工程师新红加入。其实 PM 五对这个专案来讲，吼有。两个很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就是，其实我拄我去明点送的时阵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。我提案了以后，我就戆伫咧遐，完全唔知影安怎开始，因为真正唔知影嘛。好 ，PM 五是第一个讲我有兴趣的人，所以是第一个甲我斗三讲的。过来就是有一届去 hack 送的时阵，要报告进前，伊雄雄甲我讲。你要不要用台语报告，不然人家会以为我们这个做台语网站的人没有人会讲台语。是因为安呢，我才开始大概伫咧 hack 送来底报告的时阵都用台语，吼，这是小八卦。过来主要后端工程师新红加入，2015年子龙甲 AU 设计这个足水够有意义的 logo，
好，这个 logo 哦，你看，伊爱台语嘛，啊，台语拄好是咱台语的台罗拼音。迄、那个 G 顶头啊，有两个对话腔，表示这是讲话的意思。好，好，过来，2015年6月，网站的功能逐条审查，逐条审查有通过啊。好，过来，12月 ，Facebook 面册的粉专开始运作。好，过来，真要紧的是，2016年7月 ，Johnny， 这个 Johnny 都是迄个 Johnny。就是立委甲议员投票，既然迄个 Johnny 嘛最重要的，那是无伊，阮这个专栏一直无法度运作，因为阮有足强的后端工程师，不过因无啥会晓做前端，吼、哦，好，因为这个前端盖出来了后，网站才会当开始正式来运作。好，哎、欸，阁是 Johnny， 2016年，甲教育部书店原本的声音档加入去，好，后来新红才开始做语音的学生。到这个时阵，爱台语就会讲话啊，会晓讲话啊、哦。刷落来是投票的功能出来啊，爱台语民主化。过来这个嘛真要紧，其实我已经唔知影这件代志是谁做的，我查袂到，都是手机啊办，吼、哦，爱台语的手机啊办做了。这件代志是安怎要紧的？咱等下会讲到，因为后来使用爱台语主要的媒介拢是手机啊。好、哦，好，2017加上教电的内固。好，即马这个时阵，爱台语都变作真高话啊！吼，伊唔呐有书，尔还有咧古通啊看。即马现出是2018年10月，爱台语要阁活咧，而且伊要阁逐天拢咧大喊。好，即马来解说技术面吼。工程师讲，当初是无经验，先做后端，再阁做前端，结果前端无够强，后端一直改。前端的技术是发展的头两年上主要的困难，一直到 Johnny， 还、是 Johnny。Johnny 用 Webpack 加上 ESLOG 加上 C， 其实这我拢唔知影是啥吼，因为这段是工程师写的。加规个环境，武学好了后，后面的工程师才有法度刷来改。好，其实这个干部啊，嘛是真侪人同齐写的。我都甲工程师讲，下无这个技术面，互你写好啊。啊，伊写这两撮。讲实在，我嘛唔知影这是啥物意思，不紧恁看有就好。我是一个非工程师的客主，就是我一撮 code 都袂好写哦，我完全袂晓，我对资讯啥物完全无任何的概念吼。所以我开始去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甲小画家比起来，这个叫做 markups 的物件，听起来就足厉害的。这是我入去名店上学到的头一项工具。后来是，因拢伫咧一个叫做 Headpack 的地方写笔记，伫咧一个叫做 GitHub 的所在，那像拢 code 拢放在遐。哦，有一个词叫做 Python， 真正迄都是我伫咧三当前的心情。我拢是第一届听到这个物件，开始去学使用这个工具。好，导演片写了以后，我看到这页，我就敢那想讲，你那会无加写一挂技术，拢咧写心得。好，好。再来报告咱系统吼，英文的一挂结果吼，这是阮后面迄叫做啥物，都是会当看到这个网站伊的迄个一挂资料嘛吼。第一届用爱台语的人，大部分拢是啥？阮本来是想讲用面册来推广这个网站，不过实际上，接触爱台语的人有78.8%，这么高的趴数的人是伊伫 search 的时阵找到的。伊伫网络敲找资料时阵找到的，我咧想真有可能就是啥，像讲伊是拍投影布幕台语，好，还是讲滑鼠台语？大家等下当试看卖啊！你伫 Google 顶头拍滑鼠台语，你找到的第一个网址应该都是爱台语。这其实是平电的技术加巧思啊！吼，好，所以对这个社群的平台，社群平台，我今妈妈干那边测尔啦 ，Facebook 边测尔尔。跟他这样，刷跟他这样6%，好，好，使用性别的比例是差不多安尼，查甫较侪，是啦，好，啊，那年龄层呢，少年人较侪，28岁到34岁都已经占超过60%，好，好，过来爱台语，头前有一个爱，好，其实就是讲，这是要讲啥嘞？都只讲过啊啦，吼，手机啊的使用者占60%多。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是用手机啊在查的，吼，我感觉这个资讯真要紧，而且 RWD 就是
回应式的网页设计，吼，这是我前几工啊才学到的概念，就是讲你的手机啊，不管是大是小，吼，我这个网页拢会当针对你手机啊的大小去调整伊的大小。哦，原来这个物件叫做 RWD 哦，吼，来遮真正会当学到足多，吼，好，大家足方便，你都会当把手机啊提起来，随看随查。好，过来这个真趣味哦，上侪人查的书前十名是啥物咧？第一个是翻译，第二个是怎么，这两个词很奇怪，其实是一个误会。我们看到，刚才看到网页那个页面，就是一个 search bar 嘛。我相信一般人，我们都想说，这个应该 真好理解啊，就是你把你想要查的那个词，打在上面，怎样去查嘛，对不？结果不是呢，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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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，他是打什么？伊伫咧社区吧内底拍翻译滑鼠、翻译投影布幕、翻译今天早上你好吗？伊真正拍遮尼长哦，所以就因为伊这种使用者的量其实真多，所以翻译这个词煞变作查询的第一名。啊，怎么嘞？应该都是台语怎么讲吧？好，所以真正第三名才是真正是大家上想要查的，第一个是奇异果。敢有人知？时间无够，我先讲吼，高头过，高头过。等下，接下来等下恁去查看卖啊，好不？好，接下来拢有资料。好，像讲这个猫头鹰、长颈鹿、水母啊，迄一百个，佮有老鹰哦，接下来拢是大家最爱问的。那像你也要讲只有即几个词，你的台语都老加哪啥嘞？其实无遐尼困难呐、啊，你爱台语提出来查一下，都拢有啊。好，好，过来。最近的这一个月吼，一个月内网站有9.8万的吼，诶，这个定定咧使用的使用者，逐天有4000人在跟阮做伙爱台语，这个数字好我足意外的，哼，这个4000个人，唔是讲我感觉这一天4000个人都是哪像啥，哪像火车、小火花，你伊可能是一个都无去啊。不过可能其中有一个两个，伊会倒起来，伊会摊开，伊会因为伊去查到这个物件，开始知影讲哦，原来台语有书店，原来台语有字，原来台语会当讲新的物件。所以我一天4000个的机会，火车的人，才会火车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。未来只要有一个两个会当摊开，都足厉害啊！今年已经剩3分钟啊，好，面册的推广的成效吼，我有几个啊活动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直接给大家看，这叫做设计学台语，吼，正手边迄张图是有一个网友伫坐公车的时阵看到的，这叫做火星文，台语火星文，请各位不要用这种文字写台语，我在这里恳求大家，拜托大家，唔好用火星文，吼，我都甲真侪这款火星文，吼，甲伊。掉下来了后，让大家祷告，把正确的台语字、把正确的台语怎么写写出来，这是设计学台语的单元。再来是，有当时我们有一些时事习俗，好，这是啥呢？这是正经世代文，世代文就有人在那个荷兰的追求队有无？规堆拢哇，小鲜肉很勇壮，大家熟女看的都流口水，都有人讲小鲜肉台语怎么讲？台语有一个词叫做现老啊。你有看到世代文的荷兰追求队无？啊，着问规队拢现老啊，长青的，那伫面头前都合落去啊。同学，这题时事题吼。过来咧，进前是毋是有迄、那个就恶一个中国人强国人有无？伫咧代代，个人呛人呛人讲爱读册黑啊，啊，伊毋是有摕一个甩棍？他说他地上捡到的，有没有吼？欸，你要去好好讲野球，哪会无早捌打？捌打就是球棒，吼、哦。阮迄间好好连竖棍仔都捡得到，也着炸。我们那间学校连甩棍都捡得到，干嘛要带球棒啊？好，这题是时事啊，吼、哦。再来是，阮的粉丝啊，阮的 fans 竟然干哪啥嘞？干哪南极洲、南极洲无阮的 fans 娘娘，剩呢连非洲都有哦，吼、哦，各大洲都有我们的粉丝。再来是啊，这比较重要了，我要用时间讲这个。
未来的发展吼，有咧用 GitHub 的人拢知影，阮也未解决的问题，拢藏伫咧 issue 内底。其中有两个，即马有61个 issue 也未解决。其中有两个是特别要紧的，现场若是有工程师想要加入，阮就希望这两项工程会当先做。第一个就是阮有正规化嘛，就是讲甲你贡献的字改做正确的字，吼。这个正规化，阮希望会当可以更加自动化。什么叫做更加自动化嘞？咱知影讲，政治现金这个专栏的，这个执行的方式，和我足大的启发。我想要用迄个模式来，让会晓台语文的人，较里边会当参加阮正规化的这个工课。好，好，过来是台语姓名产生器，都是真侪人来查爱台语的时阵吼，伊会查伊的名，规个名字落去查。不过其实书店唔是一个让你查你的名安怎念的所在吗？你袂去国际书店内底，把你的联名大成规个拍入去啊！所以我想讲，这是真侪人的需求，吼，会当来做这件代志。其实这已经吼做个啥嘞？材料已经有啊，吼，规则嘛已经出来啊，只差有人甲伊做出来，只差有人把它做出来。好，过来是野心，未来会当希望乡民会当做伙来加力鼓。好，过来嘞，希望会当有爱台语的专职的英文者。上重要的是，我是用爱吞开，用爱无多发展，但是用爱会当吞开。这款方式吼，去中心无经费，分散式集结，大家来讲一下吼，分散各三甲，三甲都是甲做伙嘛，所以分散式集结都是分散各三甲的方式。去中心，我其实无咧带头，我真正无咧带头，因为我啥物都袂晓，我干那会晓代志尔。吼，无经费，大家拢是自发性诶。而且这个网页、这个书店是使用者会当参与诶，这是爱代志这个专案真要紧诶，价值甲特色。好，以上就报告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，感谢李子。